二线是人家说我助理。那个，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各单哈，各单到底有哪些东西啊？那个什么核心数表啊，这个我不只看了哈，这个都是那个虚无缥缈，学习表现也是的哈，各位知道就好。那个以后都交给这个辅导团去处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学习内容。好，它分为生科跟资科四大面向、六大面向哈。那生科的部分，科技的本质。啊，科技的本质的部分呢，它会牵涉到你在做一个东西的时候，它的一些想法，或者你思考要用什么材料，那这些东西其实蛮奇怪的，对不对？国中要上到这个话，所以你把它就是往下自己再把它降低一点的话，所以其实它就是类似，工业设计的东西，你在设计产品的一个过程。把你的一些想法或者运用到的知识嘛，所以这个我们在教创客可以讲得到，但是不要讲太深啊，就是带过就好了啊。比如说，像工程设计这些什么条件啊，都可以用。然后另外在设计制造的部分，你怎么样去收集问题？这个其实。就是你生活情境中，你会发现，我讲一下设计思考哈，因为设计思考是我们整个科技领域其实可以，包在最上层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把设计思考把它引导得很好的话，你们的科技领域就会非常的成功。好，那所以设计思考其实，等一下我在讲这个课程的架构的时候，这也是最上面的那个架构。就是说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问题，发现问题之后，你要把那个问题把它厘清、界定清楚，然后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来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案，然后想出方案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它做出来，做出一个雏形或模型，然后模型做出来之后，再去验证有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依照这个循环，就这样一直重复啊。那这个其实就是设计思考的概念，所以我们以后比较高阶的课，我们就会从上往下看，但是前提是小朋友必须已经有基础的知识，就是等一下我会介绍那个工具课程，有基础的知识之后，他才有办法想，他眼界如果没有那么宽，你就要想半天也是想破头，没有用，所以你听到有人在外面喊说。现在创客都是在教那些老师讲要做的东西，都没有真正设计思考的东西，你也不要太相信人家讲的话，因为设计思考不是一开始就能教的，它必须要有一些基础的素养之后，你才有办法去教设计思考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讲那个四个阶段的课程的时候，各位再跟上各位补充啊。好，那再来就是这些材料啦，还有电机工具，比如说电钻啊，木工的磨砂机啊等等，这些小工具工具要怎么用？那些其实都在创客家里面都会用得到。然后设计产品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这个也是跟我们创客在做东西的时候，这个都跟设计思考有关系啊。所以你可以就是直接实施创客教育就可以解决了。好，然后再来那个科技的应用，这边比较项目比较多一点，第一个你会看到什么有齿轮啊，什么链条啦，这个其实就是像电机类的，电机类的这些机械类的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呢，我要现场征求一下老师就是我网络上有大概。问了一下这类专长的人不多，在我们花莲县的不多了，所以如果你有知道哪一个老师他是生科背景的，就生活科技的，或者他以前是机械科的、电机科的，然后有玩过这种东西的，或是像三民国小郑雄文老师，他是那个玩具研究所，他很清楚那些
齿轮啊，好，做那些木工玩具，那些齿轮怎么动，它东西会怎么动，啊，它连杆那些东西，如果你们有知道谁有这个专长的，请你跟我讲一下。我们现在比较缺这样的师资，啊，比较缺这样的师资啊。那还有像这个，能源转换的机械动力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就是目前我只能委托郑雄等啊，除非各位有新的这个人来帮我们处理。好，那这也都是创客里面可以做得到的一些东西啊。那机电整合的部分，这个、就是台电容的部分啊，电容部分就可以整个实施到啊。我刚刚一个是新科技的部分，好。所以这样子，在最后资讯科技跟社会的部分，这个其实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资讯素养啊，这个方式这个平常大家都会上，这个就不用太特别的去提它哈。好，这个平常就会上到。好，那在思科的部分哈，资讯科学的部分比较学术化一点啊，学术化一点，但是我们创客的部分一样可以上得到啊，你上创客你会写程式。啊，你玩那个 Arduino 的时候，或者完全 Scratch 都会写到程式。那写到程式呢，一定会用到这些东西。虽然我不强调这些名词，好。那除了这个之外，除了我们写程式可以直接 touch 到演算法之外，另外呢，最近有两本书很红，啊，这本叫做《不插电的资讯科学》。如果你要教纯的资讯科学，然后你又不想写程式的话，然后你又怕那些名词太难的话，你想要简单的把观念带给学生就好，透过很简单的方式的话，这两本书请你务必要拿一下。啊，那如果是里面有机会的人，会为大家争取啊，但是不知道，不知道。那这本是翻译的，不插电的科学啊。那它是软体自由协会他们翻译的，它里面就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这个教学操作的方式，让你可以用很简单、很简单的方式让他了解，比如说了解什么叫排序，啊，但是不是透过大学的那种教排序的方式，也不是透过写程式的方式，啊，它透过一些游戏或者课程安排。的运作啊，各位可以看一下。然后另外一本叫做《偷插电》，《偷插电的资讯科学》哈，这本教师手册呢，它就是其实就是为了国中老师写的。他知道我们要上运算思维，好，但是呢，很多人不懂什么叫运算思维，或者很多人不会教程式，那所以他们就。南投鲁鲁的谢宗祥老师，哈，国中的数学老师，跟那个台北南门国小的，林国雄老师，哈，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玄哥啊，他们两个就合作做了这一本。那这一本呢，它是让你用游戏的方式去了解什么叫做资讯科学，比如说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进位，透过管子台。你就会了解什么叫做进位，啊，透过一些简单的桌游或者一些游戏设计，啊，或者活动带领，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闭环，啊，这一本，那这两本是目前哈，啊，我看过市面上没有其他的书，你也没得选啊，只有这两本可以很简单的把那个。很学术的东西，让学生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透过很简单的方式。那至于那个厂商，有啦，像什么康轩啊，他们其实都已经在研发资讯领域的科技领域的教科书。哦，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很预期他提出来的东西会适合各位。哦，到时候怕他们到最后变成那种，要考试的那一种。那就很糟糕了。好，不过还没看到，我不知道啊。好，那这两本书，如果你不想买，没关系，网路上他们有电子档可以下载，完全是 CC 授权的，啊，完全是 CC 授权的，所以你可以直接下载电子档使用。好，
没有问题，好，欢迎各位使用哈。然后它现在那个不插电的那个不插电那个，现在写到国一的内容，就是七年级的，七年级部分他写完了，那之后他会再做八年级跟九年级啊。那我们之前已经有请那个谢飞飞来讲是课，所以谢老师有接触到。那之后我们也会再继续找时间请他过来，那欢迎各位以后看到那什么偷插电不插电，你不要以为又是资讯很专门的高深的东西，请你不分语义啊，请你可以过来啊。那所以这些东西可以很简单的去做，或者是透过 Scratch 写程式，或者在我们做Arduino做创客的时候，程式都可以把这些东西包进来，这是很简单的啊。所以小朋友可以具体的学到这些东西。那在程式设计的部分啊，也是看到这些很可怕的啊，什么阵列啊，什么模组化，我跟你讲啊。名词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当你在写Scratch的时候，你把它原本，比如说你写个小蜜蜂，嗦咪咪发雷雷，哆咪发嗦嗦嗦，嗦咪咪发雷雷，对，那不是有重复的地方吗？对，嗦咪咪重复两次嘛，你就把那个不重复的地方，把它另外弄出来，变成一个小模组。那你在组成是就是呼叫这个模组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叫做模组化，哪有很难，一点都不难，很简单，像各位了解哈。所以这些东西可以用 Scratch 很简单的方式去让学生做了解，做了解。所以这个都可以放在我们的创客的课程里面，其实就很高了。系统平台，这些就是一般的素养。那这个我就不再提，然后资料处理，这个资料处理也可以透过我们Scratch 或者是Arduino的专案，可以去学习到这些资料处理哈。那或者是你之前教自算表也可以啊哈。那只是说我们教儿童程式，它透过那个网络大数据的方式，你顺便也要了解大数据的观念，它可以把网络上的那些平台的资料。比如说 PM2.5 或什么的公开的那种资料下载回来电脑，通过Arduino或通过Scratch感测器，通过网路下载回来之后做个运算分析，然后可以跟你判断说那个最近台中不要去，什么紫外线太强或怎么样，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做这些分析啊。好，然后资讯科技的应用啊，这些更简单啊。资讯还有最后这个也是方式素养的部分，这个我就不再提了，这个消息都可以讲到。好，所以你可以纵观一下刚刚我们所提的这些内容，不管你是生活科技还是资讯科技，这内容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你会发现，除了那个资讯素养是我们随时都可以提的之外，其他的全部都可以在创客教育里面做实现，对不对？没有讲错啊，欢迎提出来，提出不一样的观点来看一下。那所以你千万不要怕，不要怕这些可怕的名词，好不好？所以我就这样来处理哈。那至于说刚刚我提到说，那我们刚刚讲这些创客教育到底哪些软体可以用，哪些软体哪些硬体可以用，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部分比较实际啊，各位实际可以用到。好，在软体的部分，软体的部分说什么地方？这个都是我们经过很多次教学的验证啊，跟各位提出来的建议啊，建议而已哈，没有一定要照做哈。所以你可以自己找一个你很熟悉的去教，没关系，但是前提要学生可以接受。比如说你 OK 很厉害，你可以教到 OK 的，没有说不行，只要你有办法把 OK 的教的很简单，让学生可以很轻松愉快的上手，那我举双手赞成。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能耐把 OK 的教的很简单，让学生上手，然后你一教 OK 的学生就跑一半，那我
劝你不要。好，好，那在不同城市的部分，现在很多哈、哦，我把它大概分两大类哈、哦，国中、国小比较适合的都是图形化，啊、哦，图形化的城市。那什么叫图形化的城市呢？好、哦，直接给各位看一下。好 ，Switch， 好，这个是现在最，这是第二版的 Switch。好，那有人说第三版的 Switch 要出来了，对不对？哎，没错，第三版快要出来。然后听说 Switch 第三版的都用华为当机体，对不对？没错。好，但是 Switch 会不会消失？不会消失。为什么？因为它跟华为两个完全不同面向。啊，各位玩过 Switch 的都知道。它可以做动画，可以做电子书，可以处理电脑多媒体以外 ，Blackberry 不行 ，Blackberry 完全不行处理这些东西，它只能做一个实体的东西在外面，它不能处理电脑多媒体，所以国小还是会选最合适，好，因为多媒体这些东西可以引起小朋友的兴趣，而且你做的东西还可以结合电脑多媒体，啊，比如说，哎，两年前。国中那个我们花莲县竞赛的那个科技竞赛的国中组的第一名，国中美术班的，他们做什么呢？做一个实体的这么大本的那个多媒体的书，啊，有点像你去博物馆啊，拿很大的书你可以打开来看，它里面放什么呢？放那个画家。好，画家的介绍跟他的画的风格的介绍，然后呢，有趣的是他用 Arduino 设计，然后连接到电脑里面，所以他那本实体的书是真的可以打开，里面有手绘的图，手绘的那个画家的脸，然后手绘的那个作品，然后他好几页可以翻，然后透过 Arduino， 电脑知道你翻到哪一页。所以当你翻到范古那一页的时候，电脑的光媒体就会开始展示范古的动画，它的声明的介绍，里面有小朋友的录音，还有讲解他的动画在哪。请问国外能做得到吗？完全做不到，但是 Switch 可以，它不用 Switch 可以。好，所以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同面向的东西，不用，所以不要再说，Switch 会消失 ，Switch 不会消失的，绝对不会消失。我大好了，如果顺序消失的话，我就从这个教授退出这样。所以各位不要担心啊，真的是顺序会存在，因为它太好用了啊。那你看到这些积木对不对？好，那如果你要让小猫动起来，你只要把积木叠起来，让它移动。好，然后呢，如果让它重复无限次的一直移动，它就会。把它叠起来，它就会一直往前跑，对不对？那如果放到墙壁会卡住嘛，那我就，动作这边有一个碰到墙壁就很难，好加上去，对吧？它就可以这样来回的跑。那甚至呢，之后如果你要玩卡丁鸟，好，我换一下，好，如果你要玩立体的话，好，现在没有带那个立体来给各位看哦，不过一样可以玩。好，当你要控制硬体的时候，这个更多积木这边都有这一堆灰色的积木，好，灰色的积木。好，你只要把，比如说你要第，假设你现在第三只脚接一个灯，接一个 LED 或者接一个开关，那你只要把它做输出，设定为输出，然后设定它做第三只脚，我把它设成一就是按的意思啊，那你只要做这样的动作。当你程式开始执行，你接的那个灯 LED 它就会亮起来。你看，你通过这么简单的会取的积木，就可以写程式让一个硬体可以把开关打开。以前那种年代，你没有大学以后怎么弄得到，对不对？怎么有办法？现在啊，三秒钟就完成。好，不夸张，一点都不夸张。好，那、如果。刚是接一个 LED 嘛，如果今天接到一个继电器呢？但是看继电器后面接什么啊，对不对？如果继电器后面接的是
电灯，哎，电灯就会起来了。那如果后面接的是核子飞弹的开关，那核子飞弹就会飞出去啊。所以101的烟火就是用 Arduino 做的。好，那我们写程式就可以这样控制，你爱它怎么说发生，它就怎么说发生。好，所以这种东西，发明这种东西现在真的超简单的，就不是花他们说哈，他们前几天刚成立社团，他们要去什么发明展，用这个来定发明展。好，各位呢，我现在一讲之后，它会出现很多对手的。好，所以东西很简单，只是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希望各位都要知道。好，已经演进到这种地步了，各位不要再摸着头起来说那种不行，那种不过，那就这样子而已。好，那回到刚刚，啊，这个叫做 switch， 所以我讲 switch back， 因为长得像 switch 的有很多，除了刚刚的 switch 二之外，然后 transformer 是搭配，这两个是搭配的，它搭配它可以直接控制 Arduino。好，控制那些硬体，好，对，这两个是最佳搭档。好，那另外如果你们学校都没有电脑，都是有 Chromebook 的话，那你就要用这一个。好，就是因为以往那时候他们电脑教室全部用 Chromebook， 那 Chromebook 那时候不是有 Arduino， 所以他们就花了一年终于找到这个方案。好，啊，这个方案是 Chromebook 可以用的。所以如果你是用 Chromebook 的话，只能用就只能用这一个哈。然后 Transformer 现在也可以用 Chromebook， 因为它也有电的哈。所以你用这个是全部通用的。好，这个是本人目前看进全国的生态之后最唯一最建议的哈。所以如果你不想走多元化路的话，你就发挥你的实验的哈。好，那另外呢 ，Mblock。好 ，Mblock 是什么东西？哈，它长相跟这个很像，然后它是对岸做的，对岸把 Switch 拿去改，改了之后，它多了一个很棒的功能，它可以把程式直接烧入进去板子上，让你的那个 Arduino 板子直接送电就可以运作，不用一直连着电脑。我们刚刚的那个选说不要一直连着电脑，它顶多是把它改成蓝牙或无线。但是还是需要电脑，但是 Mblock 可以直接把那个积木，刚刚的积木直接转成那个吸引烧进去，好，然后很多东西就可以无线运作。但是基于两点，我没有推，为什么不推？第一个 ，Mblock 是对岸做的，我们国家政策不太适合推对岸的措施，而且它那个 Mblock 不是很稳定。好，尤其他在模拟啊定位软体的时候，很多人他是一家商业公司，他没有出那个很大的那个机器人啊、手对啊什么的哈，啊，所以他们自己有一个主办的。如果你买他的设备，然后用那个很多人操作的话，他非常的顺，完美，啊，就是搭不起嘛哈。啊，台湾现在身体是很穷的，所以这也是因为原因，没什么钱可以买。然后呢？可是它支援 Arduino 的部分，它选项里面有 Arduino，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拿来玩 Arduino。可是你会发现怪怪的，有时候简单的灯轮流跑来跑去，它就这个就是不会亮，或者那个就是一直亮。这个问题我们反映过很久，它一直不处理，那你就知道它是公司政策的问题，不是它不想处理的问题。好。所以后来我们就放弃了 Mblock 的推广，但是呢，回到刚刚的那个优点上面，如果你今天要做的装置比较简单，又不想电脑要一直连线，你还是可以使用它的程式直接烧进去。好，这个是个人唯一现在要使用它的原因之一了哈。好，那另外一个叫 Mblock， 这个比较新，它里面也有 Mblock 的功能。所以都有空可以改元做 Mblock， 不过它也是对岸的，也是对岸的，它也可以把程式烧进去。好，它是用新版的 Mblock 的基底，所以这个是比较新，因为这两个本来是同一家公司，同一家公司本来是 Mblock， 后来台湾的代理受不了，他自己也跳到 Mblock， 所以他也放弃 Mblock 啊，
所以如果你要研究那一类的东西，你就直接一个新的 ，OK。然后呢，如果你是用行动学习的老师们，啊，手机上面有一个内核叫 Switch JR， 啊，它更简单，它就是纯 Switch 的积木，啊，它里面内容更简单哈。然后最近有一个东西蛮好的，叫 MicroBit。那 MicroBit 的英国国小学生每个人一片，啊，那台湾的售价大概500到600块左右。那刚刚那个阿丁龙一天大概150，但你可以要买一些扩充的东西。那它都变成一片500，然后它有一些简单的一些 LED 在上面，还有一些手机会用到感测器在上面。所以如果你比较害怕那个电子类的东西，它又想玩开放式硬体，你可以玩这一片，啊，你可以玩这一片。但是这一片跟 Arduino 其实面向不大一样，那它是直接用网站写程式，好，就顺便直接开给各位看一下。好 ，MicroBit， 它不用安装软体，好，它直接到它的官方网站，然后直接 start。啊，直接去，当然 Switch 也是可以直接在网站上起啊，也可以不用说啊。啊，这个是它的画面，它也可以中文啊，它有中文。好，它是在网站上直接拉程式，啊，直接拉程式。然后这个啊，如果你没有命令，它这里也有一个模拟器。所以你在这边拉的程式，它这里面直接，啊，比如说，啊，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我就来显示个 LED 啊，矩阵 LED， 好，然后显示完之后呢，我就重复无限次再显示别的。好，所以你们就可以在这边直接看到结果。啊，从新开始，一开始 V 怎么样？后来就新跟那个键盘这样。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做，就是直接得到结果。啊，那这个跟 Switch 又有点不大一样。啊，这个没有办法做电脑多媒体，所以这个不能做动画，不能做电子书，它所有的动作都在这一面板子上完成。但是好处是它也可以离线，所以你可以按这个下载，把它的程式直接丢进那块板子上，那个板子就可以离线运作。啊，所以这两个也是不同的东西。所以其实你要玩什么，就看自己喜欢什么，或者课程需要什么，啊，你就去选那个东西。哈，啊，这个叫 MicroBit， 现在也很红。啊，现在我们小缺点就是，因为它比较新。那比较新的话，它的扩充的部分还没有很完善，所以如果你想要像 Arduino 这样去扩充外面的感测器，或者扩充外面的零件要控制哪什么，你可能比较买不到扩充的零件，或者不好买，或者比较贵。所以我建议的话，如果你要玩这个的话，你可以先玩就是单一片板子，或者直接在线上模拟。然后如果要玩扩充晚一点，好，再晚一点啊，等到那个社群发展很完善，你再去做这个考虑。好，那个叫 MicroBit。那如果你是纯程式啊，我是根本不懂硬体，我也不想带学生玩硬体，对，那个 Core.org 直接是网站，直接玩游戏的，这个最后玩会给各位操作一下，而且它有管理功能哦。就是我老师，我只要在上面把账号开好，学生就可以得到一个进去的金钥和密码了哈。然后呢，学生只要登录，他玩哪里，进度玩到哪里，我一目了然，我就可以直接拿来换算成绩。啊，他有没有达到你的
你的进度你也可以很清楚，你也可以做辅导，好，而且你根本不用担心说我到底要怎么教程式，因为它里面的规划是全世界最好的，好，没有人会规划那个写程式的课程规划完它好，没有，好，所以就让他们学生上那个网站去玩那个游戏，在玩的过程中，他就学到所有程式该会的东西，好，好，那还有就是。如果你用比较早期的版本 SCA， 它可以控制它运用。所以这个是我们讲 Switch Lite， 就是看起来像 Switch 的界面。那么如果你上国中之后，你觉得 Switch 太简单了，那你就可以进到 Oracle。那 Oracle 你刚刚讲说没有多媒体哦，但是它在做东西 的地方是比较强大的。我们直接也就会看那个 Oracle 的 Oracle。好，那也是很多家啊，很多家来做，那这些都是免费可以使用的。好，然后直接看教学单。好，你看这个，它是在网络上可以直接写程式哈，然后你看这个长相。这是它的程式积木的长相，它一样是积木化的，一样是有中文的，但是比起刚刚的数据就比较没那么可爱，而且它的字眼比较没有那么直觉，但是它就比较像那种文字型语言的那种程式的语法，比如说 JavaScript 或者是什么 C 的语法，它的字眼就比较像那种东西，所以它比较适合做。小朋友升级之后的衔接，就是未来要衔接到文字语言。好，但是国中要不要教到这个地步，各位自己决定。啊，各位自己决定。以课纲的要求，没有要教到那么深。啊，但是他真的做东西也蛮好用，蛮好用的啊。好，所以这是国家的积木，那它也是有很多家，很多家，所以有各式各不同的内容。所以你也可以参考哈。那官方的这个 Oracle 的玩游戏，这个是玩游戏学 Oracle 的网站，也是 Google 自己做的哈。好，那如果你要学英语的话 ，Google Oracle 啊，或者是 Google Oracle， 或者 Google 的 Oracle， 其实都可以参考。啊，这个都可以放心英语。那因为在这两个之外，这个都是完全都是新设的，都是免费的哦，而且都是几乎全世界都在推的哈。然后另外微软自己有推一个叫 Codo， 但它比较像那个 3D 的电动玩具，3D 情境底下你要设计一个电动玩具的那种样子，所以有兴趣的老师，如果你只想纯粹设计游戏的话。我是个人是觉得这个比较少教学 的东西在，就是一般来讲那个教学的那些东西，我们要教给小朋友的东西，这个比较像做游戏，做游戏的成分比较大，但是也可以就是教程式的部分会有一些概念，这是我们几个常用的儿童程式的部分，那另外在三 D 绘图的时候，刚刚都有看到啊 ，Single Pane 的。然后如果你的电脑是 Windows 10的话 ，Windows 10我会建议一个三 D Builder。三 D Builder 有点像 Single Pane。那所以如果你的电脑刚好都是 Windows 10以上，然后如果你网络也不通 ，Single Pane 不能用，那你也可以考虑用三 D Builder。那也蛮简单的。然后这个刚刚讲那个捏塑的这个单字这个是艺术家的，这个单字很开心好，然后不要这个都属于捏塑类，然后 HMix 也是捏塑类，但是它的功能更强大，然后那个 SketchUp 跟那个 AutoCAD 的那一类都是属于比较工业设计类然后捏 3D。一二三 D， 如果你的网络不通，那你可以考虑装一二三 D
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的图比较大，电脑就比较大，除非你的电脑就是有装绘图卡，有装一个显示卡，外接的显示卡，好，这样子会比较顺哈，这是小缺点。好，那这是刚刚介绍那个图库的网站。好，那如果你要用二 D 平向量绘图的话呢？好 ，Inkscape 是我目前最建议的，因为这个都是免费软体、自由软体啊，自由软体，所以完全是免费的，而且它里面有外挂可以支援雷雕机，它可以直接控制雷射雕根机，啊，做一些雷根的动作。好，然后另外呢，如果你要清晰的图库，啊，其实网络上有很多，那我们也用 OpenClipArt， 这也是蛮常用的啊。然后如果你要画动物图，有 Freehand， 啊，如果你要画流程图，有这个叫 Flowdiagram， 啊，这个好像是手机的 App。所以你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协助你做，啊，做这些绘图处理的。然后，在 PAM 它需要做切片的处理。那切片通常就是你光打的 SQL， 这个是最多人用的。那它界面也有简易界面，所以你怕很多参数看不懂的关系，那你按键切换到简易的界面，那个绝对看不懂，因为它只要选材料，选你要不要支撑，就这样子而已。就可以直接送给你啊。那一般你买的机器，它会根据你买的不同的机器，它会附不同的芯片软体，那就要看你买的机器，然后再去决定那个芯片的软体啊。好，所以这个是我在做上周交流的时候会用到一些软体的部分。那另外呢，我在上课可能就做一些讨论或者合作啊。那如果你要共作的话，不是共作的话，那Google Document 或者是这个就是文件 Google 文件工作的部分，其实是最好收集资料或者讨论或者工作的地方。然后如果你亲自不要工作的话，像有一个 Cargo， 然后或者是你用那个 Google Classroom 的整合方案，那如果你要用这个 Google Classroom 的话，我们那个黄志强老师请起立，在后面。我们发文件的这个 Google Classroom 的粘贴啊，非常好看。它就是在 Google 的那个架构下，然后可以自己架一个群组，管理整个班上的，不管是你要拍作业、交作业，或者跟学生互动啊，一个群组的作业上。然后，如果我们上课需要，比如说你在讨论设计、讨论创意、讨论那个作品的时候，如果你需要一些点子，要讨论，你就用心智图。啊，或者创意发展的部分，会用那个曼陀罗思考法，啊，双向信用表等等。然后，如果你有一些不错的 idea， 而且你上课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发展的课程，我们希望各位不要客气，把它录起来，把它录起来，然后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啊，这样子大家就可以有很多参考的课程可以用。那我们像这些课程通常会需要做实作的 demo， 那实作的 demo 的时候，各位一定要会有这个东西，实物投影。好，那这个实物投影不需要去跟业员要那个好几万块买很贵的实物投影机，好，你只要用网路摄影机，再加上懒人架，这个都1000块，那就搞定，你就可以。把那个摄影机架到你的桌子前面，然后你一边动手做，学生都看得到整个过程，不用全部挤到你的桌子前面。好，这个就很简单。那这个技巧应该各位都一定要会。那就算你没有买那些也没有关系，手机就可以。我们家懒人架夹住手机，装那个 AirJoy 的，它就可以直接使用你的手机的。摄影机直接可以在电脑上面看得到，好，所以这些技巧，应该都是上课必须要的技巧啊。那包括这些荧幕录影或者剪辑、YouTube 上传这些，未来都会需求。甚至有的学校小朋友自己录影哦，自己把那个做东西的过程丢上去哦，然后别人可以就跟着做，这样是更好的 idea。所以小朋友可以分享，因为创作有一种重要的精神，就是要分享，啊，分享跟大家讨论分享。那所以这个也欢迎各位就是在这个方面给学生下点功夫了啊。
好，那这个是软体，我们常常会用到的部分。然后硬体呢，如果我们想要玩硬体，啊，真的很好嘛，而且真的慢。那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挑硬体的原则，第一个要开源，开源的意思就是不要被绑死。啊，你今天你的东西如果进到那个商业套件，第一个过，第二个它。卖过保护之后，它不盈利。好，所以如果你买的是开源的，讨论的社群一堆，啊，我们所有的解答都可以在社群里面获得解答，而且东西不过，它也有续租你，啊，那还不如把直接定义到150块，就算学生真的不小心把它烧掉了，150块你应该不会心疼到哪里去，对不对？ 但是如果一台能大的3000块，你学生不小心把它给烧掉，那应该就不能上课了，对不对？好，还要保持一点困难啊。好，那所以呢，它而且有一点重要的东西让我模组化，啊，因为你不要国中，其实如果你直接上那个电子零件哦，学生刚开始进来是个领域，还是会有一些困难。 所以建议你还是从模组化，所有的模组化就是它那个模组直接拿线插上去就可以用，啊，这样会比较容易进入啊。那当然之后，如果说你的学生已经很厉害了，那你要推什么其实都 OK。他如果很厉害，而且他非常有兴趣，这时候再难的东西都丢给他都没问题，啊，那前提就是你不要一开始就坏了他的胃口。 好，那在开源硬件的部分哈，我们发文件呢，我们会发这一套，啊，这一套很多学校都领到啊，如果你没领到的话，明年再申请，今年就不发了啊。好，那请你注意公告，有好方的东西不够用、不够我全校用的东西的时候，我都是会分公告，不会发公文。 所以有些学校他只看公文，你只有对公文看公文，你就享受不到这些东西。大家了解吗？啊，所以请各位经常看，那看公告，那别的单位的公告不看那种东西，那个网中心的公告通常都有好看的，啊，要发扫社会啊，想要申请啊，你看了你来申请，我们就想办法会给你。 啊，你都不看公告，你做很多人，很抱歉，我们公司就没那么多，我公文一出去，我就后面没办法收拾，啊，所以想要好看的，注意公告，注意社群，注意 Facebook， 注意脸书，啊，加我社群脸书，你要有任何到最新消息啊。好，然后这个套件啊，其实如果你害怕去接很多模组啊，其实你可以买这种感测器学习版。 只有一片，只要套在电脑上面，上面就会有很多内建的感测器，还有一些 LED 灯什么，只要那一片再加上去，你就可以学完基础的输出路，啊，就可以整整整年的课程都搞定，你就不用担心说我要接什么模组，啊，不要要怎么接啊，那个就根本不用担心。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如果你是害怕接线的那种。 不过当然，各种都有各种好处。像这种模组都分开的，你是可以去做真实的作品。啊，你让你七月半，你让你的娃娃是不会动的，你就把娃娃剪开。那这种模组都是分开的，所以你只要把电线塞进去，那个模组塞进去那个娃娃里面，啊，把它电线掏一掏，把它上面锁好，把它塞进去那个娃娃里面，那个娃娃就可以动。但是如果你买的是那种学习版，很抱歉哈。 它就是那一整块塞在那边，它不可能把模组弄出来，当然可以再加啊。所以就开始各位啊，你要基础学习还是以后要扩充啊，就可以自己选择。好，那当然如果你害怕那种接触性的，你是有老师会发生那个，哎，这部机接触啊，被坏掉啊，那你就多花一点钱买那种防安装置的，就它是个线上面。 设计的像电话插座，电话线的插座，它有防呆，啊，最终你想插座都很困难啊。
如果你真的还能插座，那我也是佩服。好，所以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去买类似这样的套件，这些都不，上面这个都不贵，那下面这个的房贷就会比较贵，这些都正常。好，然后呢，如果你比较进阶的，你想玩一些比较特定功能的，比如说车子，那车子玩法会很多啊，它可以走迷宫，可以避障，可以做遥控，或者可以那个针对足球赛推球等等，那你就会去想要去找那个车子的套件，或者你想玩机器人，或者机器手臂啊砸东西啊过任务啊什么，就会有这些东西可以玩，那会有自己想新的东西。那刚上面这个是等于是学习主观，然后你可以发明各种不同的东西，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那当然，如果你不是从头下手，你也可以考虑用这些固定的套件。另外还有那个 Maybe， 它可以把一些东西变得很有趣。比如说你做一个钢琴，那钢琴以前是用按键做，对不对？那你用 Maybe 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一些会搞定的东西取代那个按键，比如说你接了七个把蜡。用巴拉就可以弹钢琴，可以弹钢琴，或者就线拉到七个人身上，那就是那个人就是等于按那个按键，各种意思嘛，粘土、流水混的都可以。好，那你就可以让你在那个，比如说，什么音乐会里面做一些很有趣的装置，然后 Pico Ball 啊，还有 Pico 这个都可以用，这个都属于它的一体部分啊。那如果现在学校很有钱，我们也不反对。比如说你们是被台电包养的，那你就大量的买棉棒啊、买乐高啊，这种都不反对。有钱什么都好，真的。但是教育部肯定没钱，县政府肯定没钱，所以我绝对不会让给钱买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拿的是我的钱，我们也不会给你买这些东西。所以就是要往他的那个方向去跑。除非你有私人资源，那就另当别论。然后像三D 表示啊，一次高科技，这个学生创会三好，他也以你三 D 表示，电流测试高科技俗称创会三好啊。然后还有一些简易的木工机具，比如说磨砂或者小的电锯的、小的线锯等等。好，那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可能会接触到可以使用而且方便上手。然后教材部分，刚才已经跟各位分析过了，这两本，所以如果大家要纯资科的理论，请用这两本。那其实如果我们创科的话，外面有一些杂志，像那个 Nature 杂志，蛮适合用来做idea 或者是创科部分的教学啊。里面有很多点子，还有一些网站，网站最多哈。讲到这个网站，我就顺便介绍一下我本人的网站。这个是我的网站，我的部落格。我的部落格大部分文章的部分都是放阿杜用的文章部分。那可是，在右边的连结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各位，今天我所提供的心智图全部在研习分享里面，所以如果你需要我提供的资料，研习分享点进去，点进去，然后在创客教育里面的应该是教材，对，创客教育的教材里面有一个今天的日期，这里面就是今天所有的心智图都在里面，各位可以自由下来使用。那我那个跟创科教育有关的软体都在这个地方，创科教育的软体啊，那也欢迎你从这边下载。然后其他的部分这边其实像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叫创客，我这边其实有一些，我的网站上面。回去如果你想听创客课程然后你又不知道要怎么说服别人，各位这边有影片，这边你看了都会很喜欢创客教育。
比如说，你想看看学生做过哪些作品？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学生的作品啊，学校的作品。然后外面，外面那个网络上，我也会下载一些作品，各位都可以来这边看。那你看了之后，其实你会非常的喜欢这些东西。它的技术层次其实都不高，你们拿这个都可以做得出来。好，那做不出来的我不会放在这边啊。好，然后还有一些新闻在讲跟创客有关的啊这些，所以如果你要去跟你的校长洗脑，要去跟你的老师洗脑，这边超多影片，欢迎自由取用。好，那这个是影片的部分。那还有，如果你之前我们有办过很多研习，有时候我会问你，那比如说假设我们学过社会学，那我想因为最近也没有开课，那我会线上学可以啊，像这边有那个私讯，之前去年开的私讯课程，那也有进阶课程，那你就可以点进来，刚好那时候有录，因为有人要求就有录，那你就可以点啊，这边都直接都是网络上的影片，就点进去看。好，那反正在录的上面看，好，那你我觉得想看的话，你就自己进去自己发一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是用网络摄影机，用网络摄影机哦，然后只有网络摄影机，然后只有这几条程式，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东西哦。那如果你今天把这个头你是投在我们学校的墙壁上，哇，下个小朋友都要冲去玩。只要网络摄影机就做得到，跟你们的投影机就做得到。那程式就是这样子，这也很难吗？可是网络上你看起来都会觉得哇，怎么那么神奇？可是真的程式就是这样子，只有用到网络摄影机而已，所以一台笔电就够，加上一个单枪投到你墙壁上。不知道的人，知道的人就还是很简单，对不对？不知道就哇，那么神奇，但是说过也没什么。好，那反正这些东西，这里面的你们都可以去参考啊。那你这边学到一些想学的东西，那我这边，几乎是全国所有跟创客课程的连结放的最完整，所以跟创客有关的东西几乎我这边都找得到。那所以呢，比如说你要学那个李俊勋的光碟车在这边，然后那个宇宙机器人他们的所有的电子。网络的课程都在里面。那之前回看，就是我们南区的台湾老师有一些课程就有录放在里面。然后或者我们有时候去办一些研习，有时候被要求的录影，那你也这个是阿中的课。然后或者是有一个基础课程。如果你是初学阿中的话，这个是基础课程。基础课程呢，这边。就是前面的部分我会做，然后后面就那个时间就没有做，但是你就简单的输出输入就大概可以学完，可以学完。所以这边其实都有很多线上资源那重点在这边了看这边，再下来一点，在这里面下来一点这边有一个资讯教育创客类，这里啦啦啦什么都有，不管你要 3D 要微切，要科学资源，叫什么 microbit 的资源，全部这里都有了，都在这里找就好了。甚至你要进刚刚那个线上绘图的网站，你都帮你做好了，然后那个图库的网站都在这边他们在这里就对了所以如果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你就来我这边搜比较快，比较快那如果刚好你是那个做事务的、做总务的，这边。这边事务准备的东西都原型都做好，那你就把我当首页。对，那个浏览器打开就可以开始做你的业务。那这也是一个蛮好用的观念，就是如果你有自己做一个部落格，部落格现在很简单，你用 Google 部落格就好，它很简单的方式可以让你加连结，加在上面。那所以这个资源就欢迎各位取用。各位来使用。
好，所以这个部分就讲完了。那在线上课程部分，如果你要学的是 Scratch， 军商已经有高文军老师，好，高文军老师已经有入门，他的东西很完整，不过他的东西比较学术，就是他的结构是比较完整的，然后他在讲解这些实例的时候，比较用那个资讯科学的角度去看这些该学的程式。比较不是像我们用玩乐的心态、创作的这种心态去看，所以它是比较有结构。所以如果你是要很结构的去学到一些程式的概念，请你去军力平台看高文军老师的课。那另外呢，那个如果你是要学感测器，那个 Pico 许慧明老师也已经放在军力课程了。那如果你要学 Arduino， 请等我们啊，我已经现军力一年。最近找到了我之后，有助手之后我才会开始做，因为还是有很多时间要做。好，所以未来会有我们这个放在军医上面，那也会放在我们线里面的平台上啊。那所以如果你要先看的话，其实很多私人都里面都有很多相关的课程。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到重点。就是如果各位要在学校设计你自己学校的课程，好，我们用这个，计算公式。好，我把它切成四种位阶啊，切成四种位阶啊。那最低的位阶叫做工具或者概念课程。那什么叫工具概念课程呢？比如说 ，3D 预表机怎么用？啊，你一个图，你有了图之后，你怎么样去把它印出来？这个叫工具课程。那或者说你学 Arduino 里面东西太多了，但是你要学 Arduino 的基础输出、数位输出单一个概念，这个叫做概念课程。啊，那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概念课程，比如说 Arduino 数位输出，它就有很多种，然后电子输出很多种。你就可以安排成很多的工具课程，很多哦，所以这项目会有很多很多。啊，包括过关的，也会有那个线锯怎么用啊，哈、哦，那个磨砂机怎么用，那个都是叫做工具，单一工具课程或单一概念课程。然后呢，你在这个概念课程上面往上延伸，比如说，假设这个，比如说这是Arduino 的输出。好，Arduino的输出的是一个概念课程。那你在教完简单的基本输出，学生知道什么叫做输入输出之后，关于延伸的东西就叫做工具应用或概念应用课程。也就是说，你可以出题目，让小朋友说：“好，那小朋友你都会做 LED 的亮跟不亮，对不对？那现在请你做红绿灯。”红绿灯就是变三个灯嘛，本来一个灯变三个灯，然后时序的问题嘛，谁要先亮亮多久，然后换谁闪，闪了之后换谁亮，谁要关掉，就是时序的问题啊。那这个是单一个概念嘛，它用的概念只有一个，就是数位输出嘛。好，它在这个上去延伸的就叫做工具应用课程，或者是概念应用课程。那所以你可以设计很多这样的课程，让小朋友去完成任务。好，那这个又变成那个什么 PBL， 就是问题导向式的学习。好，那个国文校长特别有交代，各位未来在玩课程的时候，尽量让小朋友用解决问题的角度去学这些东西。好，所以在我们教完简单的基础应用之后，我就开始出题目了。好，红绿灯没会做，那就霓虹灯，好，我要怎么闪，我要怎么闪。想好让他做，好，这个就是让他去解决问题，同一个概念去做延伸，好，那所以同一个概念就会产生很多应用课程，好，那其实国中小这样子做蛮好用，就很好用啊，你就一堆上不完的课，啊，只要发挥你的想象力，就会有一堆上不完的课，好，好，但如果学校比较有雄心壮志。我觉得这样不够，这样太浅了，太 low 了，怎么办呢？请你发展小主题课程或大主题课程，也就是说，
你可以设定一个主题，比如说我们最常见、最通俗的，啊，我们来具体的例子来给各位看，啊，比如说我们来做的这个机器人 ，OBDO 机器人。啊，当然这个机器人课程很八股啊，其实我不喜欢那种比较八股的课程，但是我是拿这个例子来看哈，好，一个主题的课程里面，我可以切，因为做一个机器人，你要有机器人的机构啊、外壳啊，对不对？那外壳部分是不是做是 3D 列印的部分？那 3D 列印的部分也有设计的部分跟画图的部分，好，还有造型，就造型设计。还有那个机构的部分，你要怎么样设计那个洞要多大才可以把基板放进去？好，哪里要开洞，那个舵机才能够在那边安排，让它可以有关节接出来。这些就是属于那种机构外壳类的设计，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工具课程跟工具应用课程，好，所以就会分支一支出来。然后呢，也会有硬体的安装啊，你的主机板。那这个主机板要放进去，然后呢，舵机要排在哪里？要塞进去，然后要把那个程式写进去，啊，程式要写进去，所以就会有不同的工具课程，不同的工具应用课程。那如果他一个做出一个基础的机器人，OK 的话，其实你还有人还可以很多的延伸，本来是电脑控制，那手机控制是那个，对不对？那个比较高深，那或者是用电脑模拟，或者是好，或者是比较进阶一点，我们来玩游戏，啊，那简单的外观设计上，这个最简单的，啊，谁弄得漂亮就给谁得名，因为学生不是每一个都很会写程式，那如果你都最后只给那个写程式的得奖，那其他人就会不高兴，心里不愉快，没有成就感。所以每一种阶段就安排一个小游戏，让他们有得奖的机会。那比较那个乘坐比较没那么厉害的小朋友，你就安排那个像那种外观设计，比较有格外画图画很漂亮，然后做的造型很漂亮，那这个就可以得奖啊，他也可以被肯定啊，对不对？所以不一定要用写程式啊。好，那比如说让他做那个动作，机器人的动作，设计那个动作。看谁的动作最劲爆啊，或者是可以跳一段舞啊，或者谁可以把那功夫的动作做出来之类的，这些都可以比啊。好，如果比到最后最厉害的呢，踢足球啊，或者什么打架，那个有一排扇，我把你打出去那个圈子外面，所以很多舞啊。那像这样的东西，小舞题或大舞题，你就可以用一个主题，把你的整个国中三年的。科技课把它涵盖进去，然后切，比如说这个部分就在一年级上，这个部分就在二年级上，就可以这样切，这样就是一个大主题，主题式的规划，好，可以包住你整个学校的科技课程，类似这样。那至于什么题目，你自己去想，不一定要做这个，有人做这个什么温室啊，都可以。好，那我的意思比如说。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课程设计，会让学校的课程看起来比较有整体性，然后结果人来看的时候也会哇这么好，因为这是高中部的。那在高端，我昨天有一个主任问我说，他如果他需要焊接了，那我们没有兴趣不想来。各位焊接，不是说不能教焊接，我本来也不是很喜欢国小学习去焊接。但是如果你有适当的课程设计，对，看一下，焊接其实很简单啊，在这种时代，它已经是一个工具而已，它就是一个工具，你不要把它想它是一个电子科的专业技术，没有那么难啊，就是加热、线纹化、粘住，这样子可以，好，15秒钟里面就完成的事情。那它只要会了这个技能，谁说焊接一定要电子科？对，这不是电子科的啊，这个剪那个废料啊，或者废的零件，就拿来焊接变成艺术品哎，这艺术领域也可以上啊，谁说一定要科技领域来上？对不对？然后呢，啊，你可以再搞设计再更有趣一点，搞这个小朋友一定要，你要再进阶一点的，就要开始在那个
假设在那个正副级，那正副级没教过吗？国小四年级就教过正副级了，他不会吗？会啊，怎么不会？那这种东西，各位，这种东西，小朋友会不会有兴趣？好、哦，小朋友最喜欢偶像。我如果看到偶像的时候，我们拿那个 LED 板出来帮他加油，对不对？那个偶像的目光会投向你这边，啊、哦，对，所以这种东西简不简单？很简单啊，只要看后置板啊，然后 LED 板穿过去啊，通通焊接起来啊，后面就发亮啊，这哪有什么技巧？这就可以教焊接啊，焊接就可以做。谁说一定要资讯领域的老师来教？没有嘛。好，那当然，如果你是资讯领域的，可以后面可以改装一下。我可以用彩色的啊，然后我加它运动控制啊，它可以彩色变化啊，然后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去做变化啊，对。啊，所以都是有初阶有进阶的啊。如果你说你真的是科技领域，你真的想教那些可以电子的东西，让他了解一些电子电路的东西，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外面很多的 DIY 套件 ，DIY 套件就直接买回来让他按，他一边按一边知道说哦，有些零件有受过级，然后按起来之后那些光源就跑出来了，好，像那个这个就像时钟一样，在那边转 LED 就转圈圈，那这个有老什么有喇叭功能。啊，等等，就会有很多不同功能的东西，这个都外面都买得到，而且很便宜。就会顺便练焊接，又可以知道这些电子的功能。好、啊，所以很多东西不是不能教，是你不了解怎么教。好，那好，所以呢，我们就会把这个课程哈、哦，大概切成这样。然后最高深的啊，最高深的，等你觉得好，这个东西你觉得有生意，标好，你就会真的走到设计思考，走到设计思考。就小朋友有了这些基础能力之后，他有办法，你就把他带到设计思考的领域，你就开始只给情境就好，好。就放一段里面，那个非洲难民哈、哦，没有东西吃，饿到死的那种，让他们看影片哭到死去活活好像。然后呢，就开始问他说：“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我就开始让学生发想啊，然后想到可能可以解决的某一些方案，就让他做出来，就让他用这些啊、哦，就让他自己定题目。让他自己定题目，让他自己去解决问题，这个就是最高分的课程。好，但是你必须要有前面这些小基础，所以不是一开始就设计思考。如果一开始就设计思考，小朋友这些东西完全没概念的话，那你说，小朋友要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那个水，那个要自动浇花的系统。啊，我要让这个大家可以有自动浇花的系统，然后你出国一个月它不会渴死。好，那你题目抛出来，小朋友也知道说我要做一个浇花系统，但是他如果前面这些经验完全没有，他怎么会知道有感受器？他怎么会知道哎，这土壤湿度感受器可以用？他怎么会知道有这种小电脑的感知叫来系统可以让我做自动控制？他怎么会知道有 Switch 可以写程式？当然不知道啊。所以不要打高空啊！不要啊！我就知道那个是最好的，所以我一开始就做那个。但是你下面都没有基础，小朋友根本想不到，根本想不到的结果是什么？全部都是老师你在讲的，那这个叫设计思考吗？也不叫啊，这个叫老师指导的主题课程。好，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些过程啊。那各位就按照你的方式自己去调整跟做设计。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是很多，好像会不太够时间，所以我先来，问一下这边没有落过扣的诺华军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所以这个还是有必要示范的。好，那我把它放到最后半个小时再来示范。好。
我们之后，好，所以各位今天要来了解说我们科技领域可以做什么之后，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做之后，然后我们课程可以怎么设计，可以怎么实施之后，那接下来各位回去哈，一方面就是要继续参加我们的课程啊，练练功，玩玩。其实我们东西都很简单，绝对都会设计到很简单。如果我们这让你听不下去，让你觉得太难，那你更不要想去外县市听，因为他们都上的比我难。啊，我觉得是全国最简单的。好，然后所以你回去之后，除了继续这个有空来亲近来玩之后，你回去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啊，你们这些都是生命共同体，请你回去联络一下家家社群啊。啊，有时候当然苦闷吐一下苦水也好啊。啊，有社群呢，我们就会有伴，有伴呢，有什么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的，社群上面发问，我们都能够大家一起想办法。然后有时候在上面结伴真的很重要，有伴大家一起才走得长，走得远。那所以你回去之后，你可以开始，哇，这个就不知道要讲到多久啊。就是你可以开始想啊，如果你们学校要脱衣，啊，你可以结合你们学校的当地的，或者你们学校那个地区的特色，去想你们的类似主题特色，然后再把它切，啊，哪些可以用餐具，哪些可以用一些啊，哪些。可以用海平网，先可以直接写程式、写动画什么的哈，就可以去切成这几种种类的课程，把你的学校架构给弄出来，然后就可以实施。好，那我跟你讲啊，这样的概念，全国还没有一个教育处准备好，只有我们花莲准备好，只有我们花莲有这样整合的课程的设计。我再跟各位讲这个，其他的都还是停在工具。应用课程，或者是直接从那个所有设计师旁边直接老师指导大主题那边下，他们还没有完全这样整个概念，所以我们花莲是最先的哈，就大家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想你们课程的哈。好，那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未来加入我们的话哈，就欢迎再跟我联络哈，然后我去可以设计自己属于自己属性的。好，那像那个泰山有跟我们提供社区，他们社区有很多那个想要就是烟煤子之类的那种东西，他们想要发展的，所以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东西当作你的主题，然后透过那个社区思考，透过好朋友感测器写程式，好，甚至什么访谈，因为你要去访问啊，那怎么样烟才？整个都会有时间，那个温度、湿度，对，你才能够想办法设计出不同的。你可能要做十个那个透明的那个实验的瓶子，啊，然后还要观察记录什么，啊，这个都在上面可以自动告诉你温度、湿度什么的啊。所以这样子一个案子就可以把它分在很多年级的课程里面去实施啊。好，那这是课程的部分了哈。好，那我还好，那教材教导你们之后再提嘛。好，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还是会有一些竞赛。那这些竞赛，外界的竞赛到目前为止都是鼓励性质的，鼓励啊，所以绝对不会太难的东西。那这个部分。Switch 那个城市的竞赛游戏组装啊，这个是每年固定会有，啊，这个每次是现在已经是全国赛了啊，所以如果你有教 Switch 的话，让学生尽量能够参赛。那我们花莲县现在已经改成乡赛，过了之后才能到县赛，然后现在过了才能到全国赛，我们已经改成这样了啊，所以中途插队我们现在都可以插了。好，然后那个。我们比较，我这边比较重点、重要要注意的是这个科技教育竞赛。那我们科技教育竞赛原则上就是会让学生做他自己想要发明的东西，没有限主题。啊，原则上是这样。所以往年每次的七月份，之前还有三月、七月都有，
你就会看到小朋友的各式各样的作品百花齐放。有坐那个火车到站，然后自动停车的，也有坐那个用嘴巴吹气，然后比赛车子往前跑的，也有坐那个自动加压，也有坐那个太阳能，跟那个温室的那个温自动控制的，很多乱七八糟作品，很多很多各式各样都有，那个运动，测篮球投几颗的，一堆，这个都是国小最建议的，多元的发挥他的创意。好，那国中上面他们就会好像思想就会比较更前置一点，就多做车子啦，做一些比较大家都想得到的东西，而且那每一年都有人做那些东西，也没有不好，但是技术就是要慢慢要再精进，不然就比较没有特色。那所以这个部分我非常欢迎大家参赛，这个没有什么门槛，真的没有什么门槛。好，然后最近那个青少年发明展越来越好，这里欢迎大家，这个是可以投入的部分，而且这个很容易再上国际舞台。今天我们应该请花妈跟各位分享一下。他们最近去日本，好像对日本，最近才去日本刚回来哦。所以小朋友很幸运哦。那如果加入了日本之后，我相信应该会更有一片天的。好，那我们那边之后可能也会想办法有一些常态的展览。常态展览，或者是像那个MacBook 全国都会有各种展览的摊位，可以欢迎大家去参观。那也欢迎你就是到时候组队去参加展览好，那另外那个几个亲子图里面我也顺便跟各位讲一下像这一个叫做人人都能加达电脑系列，这个就是跟各位说，如果你要加达电脑的话，那有什么比较简便的方法？怎么样做客室管理，怎么样做材料采购，怎么样把胶水整合，所以你可以就是有兴趣你再研究。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是国小，因为我觉得国小如果你不玩创客的话，这是给你参考的。很多人不知道学校的课程要怎么架构，那通常这是100零客人的高三的我做的课程，那你就是可以把它分阶段。那因为那时候还有比赛，所以我们每一年级都会挑一个大重点。这个大重点就是有比赛，三年级就一定要会，而且是一定要会。对，三年级一定要会中文输入，然后四年级一定要会影像处理，五年级一定要会影音剪辑，六年级一定要会那个 Arduino 的部分。那所以你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大重点。那所以下面这些东西呢？就是老师一定要教，红色一定是老师要教的。所以不管今天上课的是谁，如果那课没有多发给同一个资讯老师，那有可能别人会上课啦。那别人上课如果他不是资讯，他不知道怎么上啊，那你只好要求他，拜托，红色的一定要把我教过，绿色的就可能教就教，不能教就算。所以这是第二重点。你三年级你总要跟开关系吧。你只要知道把它怎么用，这是大量的它紧密的人数或紧密的会员，所以它有层次的慢慢上来。所以你学校如果有这样的规划的话，你的资讯教育就不会乱，就不会乱，而且有层次，小朋友就会整体的水准就会很高。那如果你有那个社团课，你就可以去玩你想玩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参考这样的设计嘛。好，然后这个是如果你或者是学生想要自己想要学创客的东西，那这个是一个学习地图学 3D 列印可以有哪些好学，可以怎么学这边都有一些参考的内容。然后还有比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版本像这个都其实都有一些依据那只要大屏幕不好教嘛，一定是大屏幕切小的屏幕，大主题跟小主题嘛，小主题要分工具嘛，就这样教，就会把那个看起来很难的、很庞大的主题，就可以把它简单化，各个击破，然后大概有哪些重点教的时候有哪些重点，它怎么教怎么进去，就是都可以给各位做参考。
好，那我们休息五分钟，然后接下来到四点半之前，我会讲那个透明化法区。那所以，如果老师已经会透明化法区管理的部分，你可以先，没关系，好，我不会介意的，好，好，我把画面还给老师。